打出就好了。Hello， 短身飞凤的小鱼，想要养短身飞凤，又觉得大鱼很难入手的，你就可以买这个，好不好？我已经养了快要九到十公分了，那个九到十公分，一只1800，一 A 短身的，后面有一只2A 的。有一只二 A 短哦，干他被扁嘞，你娘嘞，机车嘞，1800跟被打3800的，因为短身大的会比较慢，所以他都被扁。那后面那只是2A 的，好、哦，3800，然后那一只超精品的，好来，然后我跟你讲喂这个哈，欧罗肥下沉的，哦，小鱼你要喂的饲料还是要够，还是要细一点，他们才有办法吃，哦。啊，你看傻了，他们就会出来吸，啊、哦，然后直接吃掉，不要给他喂那个异形的饼片，在那边数数数数，刮波数啊，波米片，直接吸进嘴巴里，一口就是好几颗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九到十公分，或者八到九公分的、啊、哈、哦，有啦，有九公分的，这个一只1800，好、哦，然后2A 的3800。然后那一只二 A 是躲在后面被扁那一只，然后我那一只超精品跑哪去了？真的，就他，是他吧？是他啦，等他转过来，你就知道他有多短。然后那一只三 A 的元宝身形的5800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看到没？这一只5800，八到九公分，一直被扁。5800了都被1800了咬，都被它驱赶，所以你要养飞凤的话、哦、要么就一只就好，要么就要三只、哦、不要两只，两只会捉对，在那边通来通体、哦、所以一 A 的1800，二 A 的3800，三 A 的5800，好，这里面二 A 跟三 A 各一只，好、哦，要的跟我们讲那个200块运费，他在那边跟人家战斗，他也不服输。他站在那后面管子那边那一只，哎呀，躲起来了。哦、然后那个是三 A 元宝身形的，好、哦，这个养大就会卖15000-18000了。好、哦，好、啊，那个短身飞凤，啊，如果你们要更大一点尺寸，哎，这里有大鱼啊，一只15000的在这里，这个是一只2A 漂亮的长腹鳍的。哦，长腹鳍的，高背长腹鳍，那是13000，然后这个15000。你看那个胖嘟嘟的，看过短身的哈、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养那个，你可以拍这只，你养 EA 的都好过长身的啦，因为就觉得长身的现在看起来很像食用鱼，还是这种短身的比较可爱，它、啊、也不会那么凶，短的也比较没有那么凶，你刚刚你就看到了啊。一 A 的最凶啊，啊二 A 短身的，三 A 的那个就比较不会凶啊。飞凤会赶来赶去，所以要么就一只，要么就养三只、4只、5只，就不要2只的了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。哦，这个就几公分了、啊，17、18，这身体要超过5个手指头宽了，哈、哦，比手掌宽的。短身飞凤，这个3A 的，好 ，OK， 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小鱼卖，1A、2A、3A， 哦，1A 1800，2A 3800，3A 5800，拜拜。